村，凝视着阿尔卑斯，与阿尔卑斯共生。白马的春天。当覆盖大地的白色面纱消失之后，福寿草绽放出像太阳般的花朵，白马的花草开始发芽，新一树倒映在水面的景象，犹如一幅图画。朱芽花就像降落到人间的精灵，花瓣摇曳的模样惹人怜爱。一旁还有虎凤蝶翩翩起舞，400年来，这里的樱花一直守望着人们的泪水和欢笑，今后也将继续守望下去。千国街道又被称为盐道，连接着大海、山峰和人们。这条道路从越后通往信州，上面倾注了以往运送货物的人们辛勤的汗水，也是旅行者或出嫁者的新娘等所有人都曾走过的道路。永远不变的是阿尔卑斯的雄姿，在下个季节盛开的花卉告诉我们，短暂夏季已经来临。滑雪场的滑雪道，变成一大片的花田，白马是高山植物的宝库，奇妙荷包牡丹被称为高山植物中的女王，原本只生长于高山严峻环境，但是令人高兴的是，大家只要走在这个植物园里，都可以随意观赏到奇妙荷包牡丹。除此之外，也有许多各具特色的美丽花卉，让各位每次前来都能够有新的发现和邂逅。
如果弯下腰和这些花打招呼，它们也会向你展露微笑。只要一步步走进阿尔卑斯，它就会敞开温柔的怀抱迎接您。在芬芳的花香之中，小歇片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夏天的买马到处洋溢着欢笑，让我们与风、阳光、溪水和大地一起尽情嬉戏。经过一番努力之后的烤鱼，一定特别美味。入夜后，大家在森林里寻找着什么呢？原来是独角仙。我都知道。想必这一定会成为一段令人难忘的夏日回忆。只要投身大自然的怀抱，它也会以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我们。我们也会更爱大自然。草木开始染上金黄色彩，宣告秋天的来临。现在让我们从空中俯瞰阿尔卑斯，让我们乘着风尽情翱翔。向空中的伙伴们挥
挥挥手。这是白马另外一个可以接近鸟儿的地方。想必他们将从白马展翅飞往世界。树木渐渐沉寂，掠过疾步的风也让人稍感寒意。漫步在布满秋色的道路上，仿佛穿越时光回到了过去。盛开的荞麦花交织成一片洁白的绒毯，即将结成果实，成为人们代代相传的道地滋味。分别来自四口泉源所涌出的温泉，触感各不相同，为本地绝无仅有。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礼物，抚慰着深爱着白马的人们的身心。阿尔卑斯让我们知道，漫长的冬天过后，白马又将开出美丽的花朵，溪水又将变得澄澈清亮，吹起轻柔的风。